边没什么预定的地毯，今天好像都是预定的东西。那我昨天看一个地毯还想买，那个大概200多块，199。对，就快200块，那个就很好，可能跟自己觉得有点贵。然后那边就有一模一样的，然后不同颜色，然后还有什么壁纸啊，他说用比较高级的东西。而且很深情，然后那个床太硬了，太软了，就是我觉得变成撑不住。嗯，就是你在伸手，就是你没有办法靠着下去，一直下去，会压到背痛。我起来腰还蛮酸。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跟肩都起，因为会一直不舒服，要转。你好软，翻身都很痛。到第二天就会睡。我老太多。我觉得我很吵，因为我楼上有那个背包客栈，三卡，你看楼上都是围着店的，那种背包客栈是一个人晚上400欧。那边在就是从巷子里面去，就隔马路还好，是这种直动，然后就是可以，就是车就开进去，像这个一般大楼，然后开进去一楼是那个这个跟一楼。一定要等。那首先说，我就做那个，就是就小，就是因为你照片看起来都是很小间，看起来就是没有，就它很小，就是一个室内，就是你看到那一片。我不知道，他说今天全部都客满，礼拜六晚还是什么，还是今天全部客满？他那边有三，他那边弄了2间、3间。一间套房，他说300万，我问那么贵，一间套房300万，在那区啊。那天我们那天去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聊天，就是带我们去他有一间台车站，就还在聊一聊。第一站就到我们台北车站，就我们可以用走到台北车站，然后就可以坐到就是公车就到旁边。好惨哦！
被溪水冲走。不会，不会有水吧？然后凉凉的，好好玩。然后捞捞虾，捉捉虾，去哪里捉虾？捞捞虾。今天是悠闲的铁路。Thank you.
写实的脸。阳光都给压的。真的是。
去市区走走。好久没有去那个，没有去那个地方了。市区边玩。你会几分没有考上？你要是有考上，就一定会有。有这种地方考的话，很棒。就是人被谁冲走？不会，这种应该不会吧？怎么会突然就跑了？就是找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啊，不要去玩跳水就好了。对啊。你在都做考的地方，之前要比较有趣，就是这种，它就一块块森林游乐区，然后一块一块的地方。而且它是直接给你做好的工具，然后东西给你放，就会有一点小心思。Thank you.
我觉得是因为戴帽子的问题，他在戴高高的帽子，然后帽子挂帽子放一下。很急，我很急啊！我很急，因为我发现它不是两个颜色那个吗？那个不是很多颜色，还有一个有一点点呢，还可以。我两个，我这好朋友，贪心哦。他很在求，我不想，我好一点点。我肩膀给你，啊，肩膀给你，你先需要。昨天我去看医生了，医生问我认不认识一个经纪人叫什么，我说是男生，他就跟我差不多年纪，大我几岁，然后就说他来给他看医生，看完之后就是他戴一个眼镜，而且他又回来扶着，然后他没有回来，他意思就是叫你不认识吗？他有叫床相当于赶走直堂，我靠，那不是我觉得相当于赶走吗？啊，那怎么办？走电车怎么办？什么？你如果走电车怎么办？可以走了。啊？只走电车可以。那你不说你不敢？说谎话了。我敢走了。干嘛？飞机都敢坐了。对，坐飞机，好希望跟那个流浪猫狗一直在讨论。那个什么，喊那个怎么在那个？那个田海头头这样子，现在哪里呢？要现在吗？对。而且昨天好多，你昨我这边没有别台飞机在旁边，昨天好多架有，可能在飞到一半的时候。就是会有那种人还蛮会有这样子，然后他可能要在很高很高很高很长的很宽，我没看过啊。然后就说应该是国际线的，还没有很高。因为他那个在弹绳，就是斜的那种，很酷哎。就是这种感觉，感觉像很近，可是很小。因为国际线还没有高，其实不知道到底会飞多高。对，他会说，他很小一点。所以机票一半，他是先。像上次我坐国际线，它前面就有个面板，就在想说你现在在哪里？坐国际线是去哪里啊？他去波兰要什么？错，我每天都去，我每天都去。上次还有去那个波兰，还记得吧？多巴有，还有去那个阿里山。哎呀，跟着明白不要去旅行啊！真是辛苦。那个是地板白色的花哎。好像这个的感觉啊，很多种吗？这是我怨念，反正今年又没有看到。哎，四川到了。东北还在哪里？东北哇，三姐妹天灯。东北在哪里呀？沉醉的青春啊！所以很酷啊，就三弟就在那个地方。每天都在跑。等一下我们过去那边。这里有一个吊桥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走吊桥了。吊桥可以走吗？没有，那个。吊桥可以走。走了。走。走。哇，感觉很有趣。明哥，你的旗子啊？我们俩找那个那东西，最近叫什么？找什么东西？那招牌跟你讲。对啊。找你的旗子，我还记得你。人家说拼命自动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以的。
来这边啦，来这边啦，来这边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来这边你可以看后面，他这个大部分是用来收脚步的啊，人家刚才做这个。车厢不太长，因为我们先来敲门，那个